Visx 贺楚道后首场生日见面会太抢手，加开一场明晚开放抢票。前几天没抢到 Visx 老们和生日见面会门票的新光们，新机会来了，明晚别忘了抢购加场门票罗。贺宇，19日晚间经由 Moon Ticket 开卖个人生日见面会 Happy Hike Day 的门票，结果一瞬间就被粉丝抢购一空。为了向宇的粉丝助想，经纪公司紧急宣布将加开一场演出。如此一来， Happy Hike Day 除了原定于韩国时间7月5日晚间8点在新世界 Miz Hall 举行的场次，下午3点也会向加开一场，并于明天25日晚间8点抢先开放官方会员星光上 Moon Ticket 抢票。 27日同一时间则会全面开卖。 2012年以 Visx 成员身份出道的贺，在综艺节目、电视剧乃至电影领域都大为活跃，平时也经常分享自创或翻唱作品，如今终于要首度只身举行粉丝见面会。 果然，一宣布消息就掀起热烈回响。喜欢贺的话，下周别忘了把握加场机会，全力抢票罗！